年的八路军民兵战士儿童团员在红色根据地与百姓一起生活战斗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众人眼前。独特的开场方式正是北京攒百景区民俗旅游文化驻场演出推介会启动仪式。本次驻场大戏英雄兽演员阵容多达80余人，环境氛围更加逼真。您能收到百姓为你佩戴的红五星和接受茶路条，您能参与与八路军民兵及百姓的互动表演，您还能品尝到人民公社大食堂为你准备的红色家宴。该剧是按照黄岭西村当时真实故事改编，依靠实景演绎的戏剧表演以及老北京文化的展现，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上世纪40年代前京西人民的红色生活。